爸爸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慢点了，小游泳做恶作剧。哇，我那做恶作剧，那为什么酱油会发光？他选矿工了啦，哦，他已经先选了啦，又先选了，着急哦。大家都选了呀，哪有大家都选？可是我刚刚看那个 key 很，他就说谁谁谁，就只有哈基跟杰瑞而已，哪有大家？哦，好了，抱歉抱歉了，两个人已经输了嘛。歼灭二更新喽，嗯，耶耶，新的职业骑士，耶，骑士可以干嘛？其实就是你在马上面会变很强壮，但只要下马就变智障。智障是超马骑。那个马召唤出来会不会很弱？如果直接下去就不智障了。马二十滴血的还可以啦，确定可以骑哦？那会不会被别人骑走？不会，只要不是骑士的人骑上去，马上就会凋零。哦。但是你不能抢马哎、欸，同样是骑士的话，你可以抢对面的啦。啊，好，就是把对面的马抢过来，嗯，可以，对，专门抢对面的马啊，对，对面的马，对，马，哎，对，抢过来，对，那你自己的马被对方抢走，你会不会戴上绿帽骑回来啊？戴绿帽，我设定一下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下马就戴绿帽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看看啊！好，对，可以有多个骑士也不错啊。好，嗯，那就酱油最后玩啊，没事啊。酱油者得天下。完蛋了！我想，我觉得有要让给我，没办法出啊，要变创造哦。随机，不对哦哦哦。我的世界在对面哦哦哦哦哦啊！那其他就按照预设，我们还有多三个任务，新任务。哎呦，还有新任务！哎，什么任务？到时候自己触发，到时候再看看。自己打开。你有问题？没问题啦。就各奔东西。不用动，哎，对，我们不用动，下去，再见，再见，刚谁讲的？下去，准备，我一下观众场的先给他们，杰瑞啊，好久不见，战斗，哈，几个骑士啊，一个骑士，啊，骑士。一堆骑士，五匹马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行，大家怎么全面智障？没关系，那我选矿工。啊，看看啊，2001要什么？嗯，提醒拿2001，别睡了。可是马马掉下来要想死哦，马只有20滴血哦，对吧？那可是假的，好像你虚弱一，哇！可是在马上超强哎、欸，力量二哎、欸，降力量二抗性啊！我知道了，马上死不了。嘿，那个骑士长有没有？那个骑士长的马掉了之后，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把马来献出来。献出你的马，把你马给我，走右马了。我们是马的军团，马的军团，好哦。献出你的马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2001突袭者干嘛啊？什么什么？你选突袭者不如选骑士。我选有差吗？有差、啊，没有马的力量啊。那就。你看对面也几乎都是骑士，你不能输，你不要害怕。等等我看一下真的哎、欸，对面全部都是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不要害怕。不怕不怕。骑士哎，那是不需要矿工啦。你害怕了吗？全骑士吗？好好，骑士骑士，我们有一个矿工就赢了，他们好像没有。资源就有了，不用多了。对啊。好好。有他们那个啦，酱油。没有啊，酱油也是啊。那酱油后来也改了。对啊。你看全场发亮，就只有我一个。他们输了，他们输了，他们输了。啊，对，全场我最亮。
技能改成用绿色的书来启动了。绿色的，好好，没关系，这开始就知道。骑起来 ，Go Go！ 啊，有书有书。来来来，职业技能，召唤了一匹骏马。哦，小心小心头小心头。哦。哦，哇，赢过哎，白马王子哦，冲啊，冲啊！等一下，我们不能冲配吗？得得得，那个书柜那些，好好，书柜先。哎，我矿放箱子里哦，自己来贴啊。啊，骑士大队长，那个附魔台有先拿走吗？我还没，我在挖矿。哎。那我去弄个铁镐来去挖。铁。哎，团团问，团团有问题，他们有问题哦。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你去过去。一个人招全部进 CD。啊、他们是劣等军团。他们的马不够啊，他们是共同召唤啊，没事哎、欸，没有，翻给你盾牌，好，他们轮流骑一匹马，好可怜哦，哪像我们啊，完全没问题。有全套铁装，附魔台要先放反反应动啊，啊，就是先藏起来吧。小 bug 就是丢在你身上了。欸、好，你们刚刚全部挤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人按下去，结果同一格的人全部都冷却了。哦，判定问题。我只要三块，我要贴。所以这个书的技能就知道彼此离远一点。嗯，那可以场上就是我招一匹马之后再招一匹马，旧的马会细卡卡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所以就可以囤马。对，我们可以有个马厩。对，马场。这个会看情况，到时候要不要有没有要动嘿。可是就是人家也可以来找你的马。哇，车翻你的马！哎、欸，团，喂！团来了！你是不是骑中我的马？把他马打掉就好了，马打掉，他马打掉了，他变笨蛋了，他变智障了，打了，快打了！没有马，没有马，快跑超慢，快打，快打！跑那么慢！哎呀，我御驾亲征啊！干，那这样，我觉得矿工在这场很强哎。加油！矿工变强。加油！为什么？你们都下马的话，我就赢了哎。天赢一半，对，就是要专门打马。哎呦，团团没马，团没马，哇，哎、欸，这样超凶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像可以招马，是不是？再招。我看他们家马，小雨有马，小雨有马，走开，有干掉他。我来把他的马车掉，把他马车掉。嘿小心，我看到他们有暗藏马，我把他，哦，干掉他们马了，有皮革。我快要变智障了。他变智障了，他们才是智障。哦，智障。聊天室坏了。啊！我的马快，不要！慢慢说说。没事，我的聊天室坏了，没事。啊！哎，我变智障了！阿姐，你快走！打到，马还有一半，马血还有一半。他们的那个书有点想要拿。三十秒。那个啊，那个杰瑞，来了。我们有没有一起上？抢他们的书柜，他们的那书都还没打。哦，上他！有！杰瑞，我怕打到杰瑞的马。啊，你们加油！我在偷他们书柜，我在偷他们书柜。哎，
哎，哇，他们书柜都偷走了！哇哇哇！哇塞，直接打人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把他们书柜都偷走了，我还在吃面包看戏。怎么在这里？哦，他直接打你马！哎哎，哦，我看到马马落在地上，我抢马，我抢马！哎，抢马抢马！有有有，抢马抢马！给你算了，这半颗星的马。哎、欸，我可以陷阱有没有？就把这个半颗星的马放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就想说，哇，有一匹马，欸、小雨进来，小雨进来了。他一抢，然后就发现他变智障。哇哎、欸啊，武器都变那个了。那个200出发，有人来了哎、欸，上他，对，有人来了，我还没做盾牌，烧马烧马烧马。雨月智障，雨月智障，雨月变智障了。啊，我的马死了，啊死了。繁星有那个了哈，雨月上马，全套铁装、欸、有，全套铁装有啊。同学们在激战是不是？对，交给我。啊，好啦，我有马、啊。等一下，卡住卡住。嘿，还剩两颗星，上啊，200。啊什么？我智障？什么你智障？我知道。我说上啊200，然后你自己在那边说。我们都知道，哎、欸，小雨又来，小雨又马，小雨进来了，打他马，打他马，或者打他人，哎呦呦，他马死了，他马死了，喂，跟我斗啊，哇哇，可以，我、哦、这边还有安呢、欸，还打到了安，这是马上一颗星哎、欸，有没有苹果可以喂？那个是陷阱，那个陷阱，哎、欸，对我们那个小麦啊，小麦其实就可以，哦、对对哦，补血。小麦好重要哦，不要中啦、啊！是不是下一个直接出农夫之类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挖金啊，然后你给他吃金黄萝卜啊。其实喂直接喂小麦应该就补蛮多了吧？哎、欸，我的马200是不是骑走我的马？你是不是想过去来？我刚刚是你的，你有签名吗？啥？啊哇！直接把我开始了，好强哦！哇！哎、欸、呦，哎、欸，喂小麦其实就补超多了。喂小麦好像几乎可以补满。对，其实喂小麦就可以了。我们要不要把一些马藏在哪里？欸啊、直接藏在我们家、啊。哎、欸，这匹马好慢哦，所以很运气耶，快马、慢马，还是看运气的。酸神。哎、欸，酸神没有哎、欸。那马会乱跑。对啊，马就很调皮啊。马的个性就是很不会，很调皮。又怎么了？跑团在那边。怎样？那这一场打马打马，他被知道，他被知道了。这场很强的，我都想到哎、欸。不是，大家都先全套那个嘛，铁装吧？为什么200都还没什么都没有？嗯，慢慢来。啊，200，慢慢来。慢慢来，藏来，藏来，藏来！第一阶段就要结束了，再慢下去，比赛就要结束了。那么快、啊？大家也可以看看，就自己的马的那个速度，如果是快马，就可以想办法保护好。不是都一样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速度有差。喂，我来跟他们决斗。哎呀哎呀，他砍刀是我。我好像等第二阶段才可以。哎、欸，这边中间对决，砍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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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他马砍他人，我打他不会痛，我先打他不会痛。没关系，你就负责破他盾，我打他很痛。有。哦 ，OK 啊 OK 啊，还没第二天，欸、肚子很饿，小麦都想要留着，小麦都想要喂马而已。看要不要挖那个。1×2高的格子，摔下去他上不来了。1×2高，他们来了。1×2，哦，就是一个小坑。哦吼，咚！小心，翻翻。嘿，打小雨，打小雨。小雨别想跑、啊。哦，200，你这是快马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有落马，就赶快把它骑走。有落马的，赶快把它骑走。这家伙快马、喔，来，他们进来了。你刚刚的马比我速度快，刚刚差一点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加油！哎呦，是哎呦，哇，我的马被打了一下。
先撤，先撤。喂马，喂马，喂马。啊！被刺上。喂，马马不刺啊！喂，干掉他，干掉他，给我们骑走。我的马自己在靠，我的马自己。